各位同学，相信大家都已经认识松浦同学了，他是本学期新加入我们班的转学生，听说他现在已经是女生票选人气最旺的校园帅哥，已经打败我了，是不是啊？好，现在就让松浦同学利用这个班会的时间来自我介绍一下。大家好，我叫尤，今年20岁，就这样。不行啦，你这样太没诚意了。就是啊，最起码 email 跟电话号码要报出来嘛。对啊。电话号码我刚搬家还不是很清楚。哎，光熙啊，我们家电话几号？尤，你是说你跟光熙住在一起？你们同居？应该算是，怎么讲呢？应该是说。我来解释。大家不要误会哦。其实，我的父母呢，跟他的父母是非常非常好的朋友。然后，因为一些非常非常简单、非常非常健康的理由，我们住在一起，就是这样，不是大家想象的那样。啊哈，哈。哦。光熙，你机会很大哦，要好好把握。小人，你这么说我就不服气了哦。我当初答应你的是不提我们两家人的事情，又没有说不可以说我们住在一起。什么叫言而无信，卑鄙无耻？你，而且吃亏的是我哎。行情严重下跌，宋不用。小姐妹，你打不到我的。你站住，我就打得到。哦，活该。哎。那栋建筑物是干嘛的？哦，图书馆。可是我们图书馆很无聊，就像名字那种文艺社的才会去。喂，你去哪儿？要上课了。就说我生病了，拜拜。喂，总算来上课了。我神经病啊，干嘛替他担心？医疗。光熙，你真是太不够意思了。啊，就是啊，跟友住在一起也不告诉我们一声。哎呦，这种事有什么好说的？我还在想，我怎么那么倒霉。光熙，你真的是人在福中不知福哎！你不知道有多少女生羡慕你啊！就是啊，连我都想搬去跟你一起住，这样子啊就可以天天看到尤了。啊，不会吧？他那个人除了那张脸可以看以外，什么优点都没有，没风度，没气质，没礼貌，没……喂，有没有在听我说话？哎呦，光熙，是你太苛刻了啦。像尤这种超级帅哥，就算上大号不洗手，我都觉得他很优。我也是，跟你们说，我还看过他挖鼻孔呢。真的，好可爱哟、哦！我终于知道，女人的美容是从小就开始的。不是耍帅吗？帅什么好啊，真受不了，就爱在人前作秀，真正的高手啊是不会这样子的。光熙，你说对不对？有本事啊就要又会玩又会念书，这样才让人家佩服啊。说得很好啊，不过我们今年学校转学考那么难，又只录取他一个，你说这样是不是又会玩又会念书啊？不说了，我要去打球了。奇怪，你太太怎么那么讨厌尤啊？他以前不是那种爱嫉妒的人啊。多么是因为光熙，真是的，不对，不打算让给别人。
没关系啦，都已经过了那么久的事，我已经不放在心上了，真的。看你们都比我难过的样子，改天换我甩人给你们看。这种事怎么可能一点都不在乎呢？我曾经那么喜欢过他，甚至现在听到他喊我的名字，我都还会心跳加速。阿格西擅长底线抽球，桑德拉斯。哎，方西，有没有看到昨天的总决赛？有啊，阿格西对桑普拉斯嘛。对啊，你说桑普拉斯厉不厉害啊？厉害，阿格西只擅长底线抽球，桑普拉斯可是全方位的球员呢。对啊，对啊。他们怎么那么有话说啊？就是啊，不知道会不会成为班队。对啊，对啊。哎，对了，等会有空吗？有啊。我们去打球好不好？好啊。走吧。走吧。嘟嘟嘟嘟嘟，我没有保留的纯真。嘟嘟嘟嘟嘟。好累哦。那什么啊？你刚才捡到的地上，下次麻烦收好，免得穿帮。我真服了你哎！为了银泰，你几乎把整个运动评论都背下来嘞。我只是上镜，求之于常嘛。哎，我相信银泰应该会对这个很有兴趣吧。好啦好啦，你要问什么都行啦。那你告诉我，银泰究竟哪一点好？你这么迷他啊？其实我觉得他什么都好哎，个性急，然后又有点冲动，也不会奉承人，真是一个大好人。怎么了？你刚刚说的这些理论上应该都是缺点吧？是吗？我怎么都不觉得呢。总之呢，我觉得银泰他什么都好，我希望有人能跟他在一起。那就表白啊。不好吧，万一被拒绝了怎么办？不会，你们感情那么好，速配指数一定很高的。可是你放心，我支持你。怎么那么久？真的、啊？你写情书给他、啊？小声一点啦，路上还有人哦。难怪你今天一整天都不对劲。不过还是为你高兴啦，终于鼓起勇气给他一个爱的告白。说什么啦？那么恶心。不过我真的很担心银泰他看过之后会有什么反应哎。放心，一定没问题的。真的吗？不过前提是他要看得懂你的错别字。糟糕，怎么啦？忘了带我的运动服。我陪你回去拿好了啦。谢谢。从第一次看到你，我就深深的喜欢上你，银泰。真想不到，光熙也会写那么恶心的信。嗨，你不是说不喜欢光熙吗？现在怎么办？我也不知道哎，回去把光熙当哥们看，一点男女感情都没有，他这样子我很伤脑筋。好了一套了。光熙，光熙，你怎么会在这里啊？光熙，你还找光熙做什么？娶我银泰，你是我见过最差劲的人了。